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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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看课本38页。那么卷二啊，那总说如是我闻。好，那前面如是啊，那么我闻啊，那么一时。啊，这解释完了，那就是别说啊，个别说。那么今当总说啊，好。那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一切经的前面都要说如是我闻？好，那他先啊，总标题是这个了啊。那问：若诸佛一切智人。啊，佛是一切智人，啊，那么就是知一切法，啊，那所以佛的智慧叫做一切智智，啊，所以《般若经》里面啊，菩萨的三心啊，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啊，其实就是啊，那么你发愿要成佛，啊，那么一切智智就要像佛一样，拥有佛一样的智慧，啊。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上所，啊，无所得为方便，啊，这个是菩萨的三心啊，这学佛三要。那这一切智智，所以佛叫做一切智人，啊，自然无私，不随他教，啊，不受他法，不用他道，不从他闻啊而说法。那这个基本上我们是从这一世来说，就是说从这一世来说，那么佛是没有老师的。但是如果我们从菩萨到久远劫来说，那佛还是有老师的啊。那我们从两个地方讲，一个就是说他成佛需要无漏慧这一点来说，在这个世间现在啊，就是他出现在世间没有人能教他，啊，那是从有漏慧界定会有漏慧啊，那这一点来讲，那么佛啊还是啊有跟他有学习的老师啊，比如说教他禅定的啊，闼婆罗摩罗子、阿罗罗伽蓝啊，那么从某些就是从他学习一直学习定以及修定的一些观念来讲。那么其实也可以称为他的老师，但是他不能叫他成佛，啊，所以他成佛这一点来讲，就这一世来讲，他是没有老师。但是如果我们从菩萨道累劫行菩萨道来说，他还是有的，啊，比如说，啊，如果依这个部派佛教啊来讲，那么佛是从迦摄佛时代发心的，那么迦摄佛是他的老师。那如果啊。从更远啊，大圣来讲啊，他是燃灯佛时代就证得无生法忍，那么燃灯佛是他的老师，啊，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啊。但是从佛出现在世间，他是创觉第一个觉悟的，那么第一个觉悟之前有没有人觉悟？有，还是有啊，叫辟支佛，啊，那么就是古仙人，他还是有的啊，但是他并没有教这个悉达多。啊，那从那一次来，就是说当时，啊，可能啊也是有啊觉悟的人，啊，但是这些都是辟支佛，啊，那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啊，佛没有老师啊，从这一点来讲，但是如果我们从大圣啊，那么这个佛之所以啊，那么到这一就是从多帅天啊来这边成佛，啊，那他是。从燃灯佛时代啊，就已经啊，那么从燃灯佛那边啊得到了这些
智慧，但是从他内自证而言啊，那每一个人都是内自证而成就的，并不是因为听闻而成就。那么听闻了法之后，那么在内，那么自己啊证悟成就啊，那么这是所谓的自然无私这一部分啊。但是这里是在讲佛这一生是自己第一个觉悟的，自己成佛的啊。那么跟其他的佛弟子比较，那么佛弟子都是依佛听闻了佛说的真理之后，那么内自思维，那么成就的。那么从这里来说啊，从这里来说好，所以自然无私底下就有四点：不随他教，不受他法，不用他道，不从他闻啊，就是自己知道啊，自己说啊，不是别人说了那我知道的啊，那方法啊，不从他闻啊，那不用他道，不受他法，不随他教啊。那么所以啊，说法啊，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何以言如是我闻啊？他说，他问题就是说，如果佛自己成佛的，那为什么还要讲如是我闻？啊，他不是因为如是我闻是我这样听，我曾样听佛说，或是我这样听来的。但佛都自己，他不是听来的啊，他自己觉悟的，那为什么还要如是我闻？你要从哪里闻啊？他的问题是这里啊。那当然啊，他这里讲啊，第一个，佛是一切智人，不从他闻，一切世间善语皆出佛法中啊，这是第一个回答啊。那后面当然啊，是这个如是我闻是弟子说的啊，他就主要就是如是我闻，那么就是啊，所有的一切善法啊，他说这个啊，我们先往底下看啊，那如汝所言，佛一切智人啊。那么自然无私，不应从他闻法而说啊，这个就是就他的问题再讲一遍啊。那佛法，但是佛法非但佛口说者，一切世间真实善语、微妙好语，皆出佛法中啊。那诚实论也有引用啊，底下我们看底下的注解都有引用。好，那我们稍微把它归纳一下啊。那因为这里有讲啊，佛法有五种人说啊，就是世间一切世间的真实善语啊，那微妙好语皆出佛法中啊。那底下有讲到啊，如佛毗尼中说啊，毗尼就是律啊，那律里面有很多啊，那这大智论里面五种人说啊，就是集合啊，那么经律论里面的啊，那四分律啦、摩诃僧祇律啦、十诵律啦啊，这一些啊，那我们来看啊，他说就大智论里面的啊，那第一个佛自口说，第二个佛弟子说，第三个仙人说，第四个诸天说，第五个化人说。好，那这里啊，就是把这个律跟论啊，那么合起来啊来讲。啊，那我们稍微说一下，啊，来看这个。那么《大智论》里面讲佛法五种人说，啊，你看那个底下注解啊，也有两种、三种、四种、五种、六种的。好，那我们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啊。基本上，《大智论》里面是佛，啊，佛弟子，那么仙人，啊，天，啊，化人。那么法住记里面啊，底下注解有法住记里面是佛啊、菩萨、声闻、诸仙、诸天跟智者。好，那这里有六个人啊，那其他也有讲化人的啊，像诚实论也有讲化人的啊。那么如果一律来讲啊，它主要就分成两部分，第一个佛口所说，佛亲口说的啊，那么第二个不是佛说的，但是佛所应可的啊，或是基本上后来的部派论师啊，佛已经灭了，那后来的佛弟子说的，但是也符合佛法，符合法印的，那么也可以成为也是佛法的一部分啊。那么因为佛印可要怎么样，要佛在世的时候才能印可啊，啊，那佛灭后，可是这些道理符合佛法啊，那么就是
啊，那么也可以说是佛所应可的，就符合三法印了，啊，那么基本上啊，那也可以说是佛法，啊，也可以说是佛法啊。那我们来讲啊，如果我们从佛法啊，把这个佛啊当成是佛陀来讲啊，那么就是释迦牟尼佛啊的法所说的法。但是如果我们把佛所谓的佛陀是觉者的意思。啊，就觉悟者所说的法啊，就比如说像这里智者啊，就觉悟者所说的法，或是能够觉悟的方法。这法主要有两部分嘛，一个是道理，一个是道路嘛。啊，道理就是啊，这个法是觉悟者说出来的，或是这个是能够啊，这个是符合觉悟的啊，这个理的符合道理的。一个就是能够通达、能够通往觉悟的方法。因为法主要是道理跟道路嘛，啊，就是一个是这个理是真理，啊，那么或者能够到达真理的方法，啊，那么也是佛法。好，那所以能够觉悟的方法，或是觉悟者所说的道理，啊，那么基本上，那么都可以叫做佛法。那我们现在的佛法比较偏向于在佛亲口所说，那其实即使阿含经也不都是佛亲口说的。阿含经里面不都是佛亲口说的啊？有一些是舍利佛说，有一些是须菩提说，有一些是迦瞻眼说啊，有一些是阿难说，甚至有一些是直多长者说啊，这个菩萨在家居士的直多长者的啊，那所以他不完全都是佛亲口所说啊，不是的啊。那大圣经典里面很明显的啊，大圣经典里面不都是佛说啊，你像华严经都是菩萨说的比较多啊。佛也没有说多少啊，那般若经里面很多都是舍利佛说、须菩提说，啊，他也不都是佛说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大圣经典里面，他也不强调这个都是佛亲口说的，但是多数都是佛所应可的多，啊，佛所应可的多，啊，就是它里面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好，那这个是佛法五种人说啊，那因为像大圣佛法到底是不是佛法，就大圣到底是不是佛法啊，这个在有一阵子是争议的非常厉害啊，就大圣是佛说非佛说，那怎么样才是佛说啊，所以后来的其实在部派就有这样的争议了啊，像说一切有部杂案经里面就有这个啦 啊那部派里面就有啊，就两就是为什么有部派，最初就是因为大家的规矩不太一样啊，十是非法嘛，但是后来大部分都是你说的这个道理我不认同，你引的这一部经我不认同，这个是你自己加进去的，摄诵里面所没有的啊，就是因为后来的便于记忆嘛，每一本经都有一个名字啊，那编成一个记诵便于记忆，那我的摄诵里面没有这一部经，那是你自己加进去的，那么就会有，即使在部派时代还没有牵扯到大乘哦，就已经有这种情形了。那这种情形其实是无可厚非，为什么？佛灭后结集的人是大家舍，但是阿罗汉非常多啊，还有很多没有入涅槃的，那么他没有参加结集，他没有参加结集，也许他自己说出来，也许他的弟子传送他师父所说的，那么他自己就会把他加进去，自己就会把他加进去了。那么这个我们现代也很多啊，就比如说啊，星云大师的弟子。啊，就会把星云大师的假设有大正藏了、啊，啊，就结集嘛，结集佛所说的嘛，我们的啊不是大正藏藏经了、啊，大正藏是日本的啊，就是说假设有藏经啊，那么他会把他的师父说的都放到藏经里面，啊，一样啊啊，然后比如说慈济的，他可能会把正言法师的放到慈济大藏经里面，啊，那这个佛光山的会把星云大师说的放到佛光大藏经里面。啊，这个是很常见的嘛。好，那这个已经离很远了啊。那当然，他们也不是圣啊，不是不知道是不是圣者，我们不知道啦。但是说啊，也没有，也许我们就是说也不一定有认同，也不认同。但是当时佛灭后，很多阿罗汉啊，那么他的弟子认为他的师父是阿罗汉呢、啊，啊，所以他也会传承他师父所说的啊，然后慢慢又流出来啊，就这一群人学习他师父的，这一群人学习他师父的啊，舍利佛的、目犍连的。啊，舍利佛目犍连也没有参加结集啊，
虽然阿难有，但是他舍利弗没有，目前很多阿罗汉没有参加结集，但是他的弟子会传授他师父所教的啊。啊，那这一部分我们也想当然可以知啊。还有一些阿罗汉啊，那也没有参加结集啊。啊，比如说这个富罗那啊，不是说法地的富罗那啊，这个有这么记载了哈，就是大迦叶结集完了之后，富罗那听了之后说：“我亲耳听佛这样讲。”啊，哪些东西是可以开源的，啊，那他希望能够把这个加进去。但大家说已经结集完了啊，那佛已经制的，我们就不再改了啊。佛没有制的，就是说我们已经结集完了，这个就是啊，我们结集的这些就是佛有制的，佛有说的。那么后来再见了，我们都不采纳了啊。那后来，但是如果他们的弟子，他们自己就把它加进去啊，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像这样的情形，慢慢到后来啊，就开始形成很多部派不同。啊，那么各自认为啊，我说的这个也是佛说的 啊。那你看，像《杂含经》里面就有这种啊，《杂含经》是说一切有部的嘛，啊，那你看那个顺证理论里面啊，就有提到这种问题。那这个有这些人啊，因为经部是以阿难下来这为主的，那有部是以论为主，经部是以经为主，所以他不能成，他不太认同啊，因为经部是从有部出来的。那么他不太认同有部以论为主的这种趋向，他认为要以经为主，所以像类似像这样，那最有不同的啊，我认为这个经啊，这个经是可以列进去的啊。然后我啊有部就认为啊，我认为这个经是可以列进去的。那彼此有一些认同跟不认同啊，那慢慢后来就越来越多了嘛，然后就又对经典的演绎啊，就是对这个经啊。那么采取比较通俗啊，或是比较譬喻式的说法啊，就开始有很多类似我们说的大圣经出来啊。那基本上，所以你说那这样来看的话，那大圣是不是佛说？当然不一定是佛亲口说，那也不是全部不是佛亲口说，就是他的每一部那一部里面的核心可能是佛亲口说，但是演绎的这一部分当然不是。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但是它是出自于佛亲口说的，啊，那比如说《般若经》，他在抉择无我的甚深意，啊，那么这一部分，那么无我的这一部分是当然是佛亲口说的，那你说一切法空，一切法毕竟空，啊，这样的法空的概念，那当然它是对峙某些部派啊，特别是说一切有部，他认为你这样的说法不符合佛法，啊，所以他又有用很多譬喻或有很多的演绎，啊，对佛法以这个比较广的解释来说明这个问题。那你说，那这样算不算佛说？啊，那包括说，那我们现在在讲大智度论，那我们引用大智度论的这些文义，那是龙树说的，但是我把它解释了，那算不算龙树说的？啊，那甚至鸠摩罗什把它翻成中文啊，那是不是龙树说的啊？这个我们可以稍微就是说佛法不一定真的就是佛亲口所说原汁原味。如果你这样认定的话，那你找不到佛法。为什么？那没有谁能够证明那个是佛亲口说的，现在没办法证明啊。你说佛亲口说的，那要怎么证明？所以在佛灭后不久就有这种问题了。即使在佛当时还在的时候，佛还在世的时候就有这种问题了，啊，就有这种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啊，夜摩迦啊，他是佛弟子，他就对这外端说，我亲自听佛说，佛的意思，阿罗汉灭后都无所有，身坏命中，阿罗汉涅槃后身坏命中都无所有，都不存在了，啊，那么大家都认为你这样的说法是邪见，那佛不可能这样说，啊，那阿罗汉。路面哪有可能就像断面一样都不存在啊？那这样的说法不是佛说，就跟他讲这个不是佛说，但是他坚定认为这个就是佛说啊！你看佛时代就有了，这个就是佛说啊！那我亲自听到的，我亲自理解的，怎么会错呢？啊！当然人家就去跟佛说，啊，去跟舍利佛说，啊，舍利佛就去跟他说，你真的是这样想吗？啊，那么他说是的。那你为什么这样讲啊？就跟他讲啊，这样讲，这样讲，讲完之后啊，他明白了啊，确实，我理解有错误了
啊，那么有些会去跟佛说，那么佛会去跟他说，啊，那所以就是说，当时的佛以及佛的大弟子啊，那么他会去纠正这样的说法，啊，就是说，如果你说的不符合佛法，那么不符合佛说的概念，啊，那么也许佛，也许佛弟子，啊，这些阿罗汉，那么会去纠正他，让他不要再这样说。但是佛灭后啊，这个问题就变得比较棘手，啊，那你说好，那阿罗汉也都入灭了，佛也入灭了，那你说找谁来证明这个是佛说，这个不是佛说，或是这个是佛说，但是佛是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说虽然是佛说啊，所以听闻正法后面还要如理思维啊，啊，是一样是这样听，但是你是这样学的，你是这样认为佛是这个意思，你是这样认为佛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把它解释出来了。就变成同样都是佛说，但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那我们现在的佛法会这么样的，就是差别这么大，其实就是随着时间、随着时代、随着地区，那么这个落差啊，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就其实是这样来的啦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就是说异中取同，就是什么样才是佛法？那其实，在部派就有这个问题存在了啊，因为大家说的不一样嘛啊。我认为这个是佛说，我认为这个不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佛说的是这个意思，我认为佛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就是有法跟义的问题在啊。那这个其实一直到现在都是问题，都是问题啊。那你说好，最简单的一个问题，那咒语到底是不是佛说？啊，这个是争议就很大了啊。那如果从阿含经来讲，你从阿含经去看，那佛很明显的、很明显的啊，那么禁止一切的弟子持咒啊。那么这一些祭祀的啦、什么啦这一些的啊，甚至在律典里面啊，认为你比丘啊，那么去祭祀这些鬼是有过失的啊。那么如果从律典来看，那么有很多我们现在在当时其实是不对的，但现在变成佛法好，那么我们叫做非法说法啊。那有一些变成法说非法啊，举个例来讲，那到底能不能吃蒜头？那么在如果在四分律里面，那很明显，举个例来讲，我们只是举例啦，就是说它有很多不同的大家不同的解释嘛啊。那么不能吃蒜头，五辛到底是不是佛制的？不能食五辛这到底是不是佛制的？那你看，如果照四分律来讲，比丘尼戒它是不能吃的，但比丘戒里面不是不能吃，你吃要到下风处啊。那制的不一样啊。那么这个为什么他没有说不能吃？他只是说你吃了会影响别人，所以你吃要到下风处。那风往这边吹，你要往，因为不会影响气味，不会影响到别人。因为戒律最重要的就是你第一个，你不要障碍自己的修行，这个是信戒嘛，道德规范这一部分啊。上次我们有说过，有道德规范这一部分，你只要做了，你就会影响你自己，会给自己有障碍，有报障、果报上的障碍、杀盗淫妄，那么有业上的障碍、有烦恼上的障碍，所以你会给自己带来障碍，修行上的障碍啊。如果你报障，你下三恶道。你的痛苦都不能解决了，你还有办法修行？三恶道它就有报障啊，三途八难，三恶道是报障。那你如果自己造这个业，你短命多病，那这个短命多病啊，贫穷卑贱，那你也很难修行。你本身有业障，那你自己起杀盗淫妄的心、贪嗔痴，它本身就是烦恼障，对自己的修行有障碍。第二个是对别人跟你一起修行的人有障碍，啊，比如说你随地大小便，啊，你自己没关系啊，你没有障碍，但别人有障碍啊，啊，那你自己身体很脏，啊，你没关系啊，你很自在啊，但是别人受不了啊，啊，那所以你这个你不能够你自己好修行，但也不能够影响到别人修行，因为你现在障碍别人修行，你自己就未来会受到障碍。啊，所以这一部分啊，那么也是自戒的啊。那么还有不要影响到佛教，不要障碍到佛教的发展，因为你让人家不相信佛法啊，那么不好要佛法，那是因为你个人的人，比如说你威仪不好
啊，那么你这个胃不好，人家看着啊，出家人都这样啊，那么这样的话，那人家就会我们一般说啊，会让人家已经相信的人，已经相信佛法的人，会觉得会退失信心，还没相信佛法的人不想相信，那么这样你会障碍别人学佛，那么这个也会，因为你只要有障碍别人，你自己就会得障碍，就障碍你自己，障碍别人。啊，障碍还没有信佛的人相信佛法，已经相信佛的人啊，会信心会减弱，啊，那么这样也会导致于你未来对佛法的信心不容易培养，啊，那戒律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反过来，比如说讲五心，讲蒜头的问题，葱啊蒜头了，那么它基本上是因为你会障碍到别人，吃蒜头本身它没有什么道德规范的问题，啊，后来当然楞严经讲的不一样啊，那么。没有，经律里面都没有讲啊，就是除了后期的这一些啊，比如说楞伽经啊、楞严经，他有讲而已啊，其他的基本上是没有讲这个《放网经》啦、楞伽经啦、楞严经这些啊，讲吃素啦、讲吃五心这种问题。好，那么它主要是你会影响到别人，所以你要吃可以，但是你自己到下风处去吃，啊，其实是这样。那你如果自己一个人，你自己一个人住。你随地大小便那是你的问题，你好就好，但是你跟大家一起住那就不行这样了，啊，那你自己一个人住，你要两点睡三点睡，你门要多大声多小声，你不会吵到别人，那没关系，你自己好就好，但是你跟大家一起睡你就不能这样了，啊，因为有些人比较浅眠，他不一定睡得着，所以这一部分他戒律里面是规定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后来啊就会变成啊，这个不能吃是因为啊吃了就会胀道啊，这个跟障道没关系，这个是障别人的道，啊，那我们了解了这个之后，我们就不会啊，就变成说啊，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律说非律，非律说律，就会这样。好，那所以到底是不是佛说啊？比如说啊，你不吃蒜头是不是佛说的？好，那持咒是不是佛说的啊？像类似像这样的，那包括说啊，人空法空，那到底是不是佛说的？人无我，法无我。啊，部派里面强调人无我，法有我。那般若经强调人无我，法也无我。好，那到底那人无我，法无我，到底是不是佛说的？好，那举个例来讲，比如说南传，啊，南传同蝶部律啊，他比较强调这个大圣都是拿钱，拿钱就是什么啊？拿钱。所以当时会分最主要就是十四非法，主要问题就是十四非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有拿钱。但是后来啊，可能因为时代地区的不同的因素，他们就啊，这个钱可以拿，但是要说尽。那如果从南传的话，你拿了就不尽，没有什么说尽的问题。你拿了你就不尽，没有什么说尽不说尽，哪里可以说尽啊？不可以说尽的啊。但是这个有一些就认为，那你为了事实的需要。啊，那你不得不拿，所以那为了，但是又不符合戒律，那所以就要用说净，让它变清净，啊，那所以观念上是不一样。那你说这个道理是不是佛说？当然不是，啊，说净佛没有说可以说净啊，啊，但是如果我们说净，那到底合不合佛法？那就有各家解释的不一样啊。那有的坚持就认为不行，啊，有的就觉得可以开方便，啊，所以。你说戒律都是佛法还不一定是佛说的，因为佛弟子说的也是佛法，但戒律一定是佛制的，因为其他人不能自戒啊。在佛陀时代来讲，其他人是不能自戒的。但是我们来看现在的戒律，真的都是佛制的吗？当然也不是。比如说四分律，四分律里面不可以塔下埋死尸啊，不可以伸脚向塔上坐，不可以向塔剃唾啊，单单塔的就一二十条。其他的律一条都没有，那你说佛时代根本就没有塔这个，也不可以，也没有佛像，佛时代没有佛像，那四分律里面有两条观佛像的，啊，不可以安佛在上下房挤在上房坐，就是你不可以把佛像放在你底下，那你自己睡在上面，佛时代都没有佛像，那你说这个是佛制的吗？那明显不是，但是他尊重佛像，尊重塔，所以他就把这个纳进来。那我们后来的祖师也治了很多，啊，百丈立清规嘛，马祖建丛林嘛，对不对？那个清规就是律啊，只是他不讲戒律，他就讲清规嘛，啊，但是大家遵守的都是这种啊。好，所以这个佛灭后，基本上法跟律，
它基本上就做改变了，啊，但是我们去探讨它到底是不是佛说，到底是不是佛智，啊，所以你要去了解它的义理，那自戒要了解它的因缘，佛为什么要制这一条戒，它的作用是什么？那在我们这个时代，假设我们要达到这种作用，那这种作用其实就是清净、安乐、和合嘛，僧团嘛，啊，其实是这样的嘛。那我们要怎么做？要怎么规定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如果是这样，那你说那符合佛法，啊，符合佛戒啊，啊，那其实是这样。但是每个人的这种观念不一样啊，所以开始就有所谓的上座部跟大众部。上座部就是比较保守嘛，佛这样说就是这样说。佛说十五天洗一次澡，你就要十五天洗一次澡。佛说不可以立着大小便，你就是要蹲着，我管你男众女众，反正你就是要蹲着啊。那么这个是什么？从戒律上来讲，他认为佛说这样做就是这样做啊。那你说那十五天洗一次澡，那实在是受不了怎么办？好吧，他有开源啊，啊，你有扫地啦，啊，你风食热食啊，那么你就可以了。好了，那你就拿一个扫把啊，撇个两撇，表示说你有工作啦，你换要去洗澡啦，啊，那。当然你一方面你要为了要符合戒律，所以你必须要这样做，可是这样做又觉得有一点虚情假意，好像又有一点点，啊，就是故作态了，啊，就是说你又有一点点好像不是，你又不真的是这样，但是你为了配合他你又不得不这样，啊，所以在不管在法跟律上，大家开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跟做法，那就开始产生其实佛在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问题了，这个是不是佛说的？这个是不是佛制的？因为佛在这里制戒，那传到另外一个地方又制了其他戒，又开源了。这个地方已经开源了，啊，那个地方还没开源，因为它不是像我们现在哦，这个来发一下大家都知道，没有啊，从这个地方传到那个地方，要有人过去跟他讲，他才知道啊，啊，这僧团这样一传过去，所以这个地方已经制十条戒，那个地方可能才制八条戒。这个地方这条戒有开眼的，那个地方可能还没开眼，啊，所以戒律里面开始就有这种情形。那佛灭后就更多了，啊，比如说富罗那来的时候，富罗那从那个地方来，他那个戒已经开眼了，啊，比如说可以放眼啊，可以什么样这些小小的戒，那么这个地方还没有。那佛跟阿难讲小小戒可以舍，但是大家舍就讲那小小戒是什么，啊，那要舍什么？你要舍那你要问小小戒是什么啊？啊，后来我也没问他，后来就全部都不舍，啊，但是有些人就认为那佛说可以舍，那就舍啦。所以你看他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啊。那到底是不是佛说？印顺导师也写一篇啊，那么是不是佛说不能够用佛亲口说来认定？因为什么？因为认定你很难认定啊。佛灭了，你又没有留下录音录影，那你要怎么认定这个是佛亲口说？是不是？就算是佛亲口说，那佛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有四悉檀嘛，啊，那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啊，啊，那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佛法这个问题就演变得后来越来越复杂，随着时间，随着地区就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啊，那很多人就弄不清楚。那有一个就是有一些就是啊，所有的大圣经典都是佛说，有的就所有的大圣经典都是后来的，都不是佛说，只要是后来的就不是佛说。啊，那么有些是认为啊，这个所有的这些大乘经典都是佛说的，啊，甚至你说密教、密宗说你们那个说法都是佛的化身佛说的，我这个说法是佛的法身佛说的，那更殊胜，啊，那佛身佛，你说那这样的问题就又有很多延伸很多了，啊，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要还是要从佛的义理上去认同，啊，不管法跟律，不管是法跟律，啊，所以比如说啊，那么这个经啊，那么要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就追求他的真实义嘛，啊，其实是这样的，啊，那么律啊，要看他的自戒因缘，要看他的用意是什么，啊，那这样是比较好的了，啊，那么了解他修行的次第，所以叫做修多罗次第所显嘛。啊，了解这个修行的次第，但是这个经的真正意义啊，你要去追求它的真实意啊，阿毗达摩啊，那么所以要分别它的性相，性相所显啊。好，那这个是我们稍微知道，啊，就是说佛法它有五种人说啊，
那么如果这样来看啊，他这里讲六种，有的讲四种，有的讲这个两种啊，也有讲四种啊。那么所以就是大概啊，大概是我们把它归类起来，大概就这样了啊。佛口所说，佛所应可，那么也可以说符合佛法啊，符合啊，符合佛说，相应于佛说啊，它不一定是佛所应可，但是它符合佛说啊。当然这个定义就每个人说的不一样，你这样说不符合三法印，那么那三法印到因为啊，比如说啊，有符合三法印的就是佛说，但是这个问题也很棘手，那到底啊，到底比如说诸法无我，这个是大家认同的吗？但是你看到部派以后，就法无我，般若经说的跟部派说的、阿毗达摩说的就完全不一样啊。那甚至你说到了后来。到了后来，人言经说的、真常唯心说的，跟般若经说的、跟部派说的又不一样，啊，一样是缘起，缘起是大家都认可的，认可的，所有佛弟子都认同两个概念，一个缘起，一个无我啊，当然中道也是啊，就缘起、中道、无我。但是什么是中道？什么是中道？唯识的跟般若经的、中观的讲的不一样。那什么是无我？部派的跟中观的跟如来藏的讲的又不一样。那什么是缘起啊？这个各个经典讲的又不一样啊。那比如说唯识讲阿赖耶缘起啊，如来藏讲如来藏缘起啊。那生死的根源，生死的根源是什么啊？如果依阿含经来讲啊，是无明啊，这个是大家认同的。但是啊，有的更讲的又不一样，啊，那唯识啊，依这个依讲的是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啊，大圣阿毗达摩经啊，那么由此有生死及涅槃证得，啊，那因为有一个杂染的阿赖耶，这些杂染无始来的杂染，那么让你有生死。如果一人眼睛讲的又不一样，啊，那一切众生无始劫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信尽明体。啊，用诸妄想，其想不真，故有轮转。那你轮转，你轮回的真正原因，不是不知道无我，是不知道有一个真我。啊，那又不一样。啊，那所以，那如果一华严经啊，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本身有具足如来的功德。啊，那祖师的说法就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功德，只因妄想而不证得。啊，那么。这个如来功德具足在众生身中，华严经的说法，如来功德具足在众生身中，那么众生啊，那么颠倒妄想，不知不见，啊，不生信心啊，所以你才有生死。好，那你看，那同样讲众生为什么有生死，缘起流转这一边，那么就各说各的不一样。那你说好，那三法印要怎么印？啊，诸法无我啊，都想诸法无我。啊，那楞严经讲，楞严经讲的又不一样，啊，楞严经啊，一切山河大，这些草木啊，这些就是草木缕结，啊，就是一切世间乃至草木缕结，啊，显有体性，啊，法有我了，啊，然后何况我们这个心怎么会没有体性，啊，有一个真我，好，那啊跟阿含经对比起来，啊就不一样了，啊，你像大般涅槃经。啊，楞严经也是这么说啊。楞严经里面，他跟你讲啊，这个佛时代当然没有决定要吃素，啊，没有说要吃素，但是楞严经就跟你讲啊，我那个时候没有制定吃素，是因为那些肉都是我变化来的，啊，所以现在啊，你们不能再吃了。啊，那你说那这个是不是这个是真的是这样吗？好。那么这个就有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样。那你说这个我们念楞严咒啊，就可以断淫欲，那这个是佛说的吗？那佛说断淫欲要从哪里断？第一个从对治，做不净观；第二个根本上是从无我，我有我见才断我爱嘛。啊，那么你念楞严咒能不能升起无我见，能不能断我爱啊？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单单我们就是把这一些拿来看，就是说到底佛法是什么。那么现在的人在这个部分里面，他会有一种就是不晓得无所选择的问题
啊，其实在佛时代也有了。佛时代，你看这个波斯匿王，啊，他就问佛啊，六师外道讲的也很有道理啊，那我怎么知道谁讲的是真的？你说佛法讲的是真的，六师外道讲的是假的。婆罗门他们当时有三个嘛，一个佛教，啊，其实就是两个，叫做沙门、婆罗门。那沙门里面又有分内道跟外道，内道就是佛法、佛教、佛陀教的，悉达多尊者就是瞿昙悉达多、释迦牟尼佛教的，以及六师外道教的。啊，六师外道各个讲的又不一样，但是他们每个都很有修行哦，每个都很有修行哦。你不要以为很有修行，然后持戒，然后人说善道，那就是有证悟哦，欸，不一定，啊，并不是说哦，他洁身自好，他又持戒，他又修定，啊，他又善说啊，又听起来又很有道理，那个就是啊，不一定。佛时代六师外道也有很多很厉害的，婆罗门里面也有很多很厉害的。啊，你看《阿含经》里面那些辩论的，你就知道了，他们有些也是很厉害的。但是佛法里面就分嘛，沙门、婆罗门以及佛教。那么除了这个波斯匿王，他就很疑惑啊。那么你说你才是解脱，他也说他才是解脱，他也说他说的才是真理。那你说你这样做才对，他也说他这样做才对。那我们一个凡夫，我们一个世间人，一个在家人，或是一个刚要学佛的人，我们怎么去分辨？哪里知道？我又不可能每一个都学，对不对？那我又不可能每一个都知道。可是我就有选择困难啊，对不对？那我要投入，我要到底要投入到哪一个里面去，我才能够知道？啊，那也是，你看也是有这种问题啊。但是佛法它不是死后才知道，也不是你要完全懂得才知道，你一面学就会一面知道的。那么你要透过，所以你要透过思维嘛，你要分别嘛。那儒家都还要学习审问慎思明辨，那最后才去修行嘛。那佛法是闻思修，然后最后才证嘛，也要闻也要思嘛，也要如理思维嘛。啊，所以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像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些经跟论，这样有促进于我们思维，到底什么才对，到底要怎么样做才好，到底要怎么修。其实我出家学佛来一直也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不要说什么了啊，先不要讲其他的，单单讲中国佛教就好了。中国佛教也有八个宗派啊，那到底怎么修？单单念佛就好了，比如说大家都念佛，单单念佛到底是要怎么样？念佛也分好几派呢啊，依善导大师的啊持名念佛的啊，依慧眼大师的，依般若三昧经的啊，其实也分很多啊，要持名念佛，要观想念佛，要实相念佛啊。那么到底要怎么念啊？要不要发愿啊？那么到底是啊一心不乱，要不要一心不乱啊？其实也很多种说法。好，那么这样我们就会产生有一点点困扰啊。那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静下心来，好好啊思维，到底什么是佛法？第一个，什么道？我们，我们学佛的人，我们皈依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信仰的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是佛法？那佛都说了些什么？我们都学了些什么？那你要先弄清楚啊！你不弄清楚之前哦，你举步维艰啊，真的啊！啊，你又怕走错，又不能不走啊！那实在是很纠结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稍微弄清楚一点。那到底什么是佛法？啊，那当然。即使是学习佛法的人那么多，啊，但是每一个人选择还是不一样，啊，那我们只能说因缘嘛，啊，就是说你即使佛陀跟佛弟子那么多，也不是每一个人听了佛法都会学佛的，啊，真的啊，你说舍利佛、目犍连去跟他的师父讲，他的师父也不信啊，也不听啊，啊，很多外道也不一定听啊，很多外道也不听啊，但是有一些外道就会听，那有一些人还是选择相信外道，不相信佛陀，啊，一样啊。啊，那我们在这个世间也一样是这样啊，但是我们自己好好想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在学习佛法，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思维了，要有独立的思考啊。那么祖师的经典的当然都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你自己一定要好好的想这些问题。那么久了，你的思维能力增强，那么闻思嘛，因为我们都是听闻而已啊，听了，那你要自己去思考。第一个要先符合逻辑。但也不是符合逻辑就是对，但不符合逻辑，怎么样讲不过来嘛，讲不过来啊，
啊，那这个一定要先建立正确的思考。好，那这个是五种人说啊，我们说，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也是太复杂了，老实讲，啊，那有人就问，那大圣到底是不是佛说啊？云顺导师其实也就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啊，那么做了一些论述，在《以佛挽救佛法》里面就有啊。好，那这个我们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但是这个问题基本上他也引到这个了啊，佛法其实是五种人说。不一定是佛亲口说，啊，那阿含经里面也不都是佛亲口说，即使是阿含经，也不都是佛亲口说啊。好，那这个我们稍微知道。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啊，所以啊，那第二个复次啊，前面就是说，其实佛法不都是佛亲口说了啊，所以你不能说那佛都没有从别人那边听闻来，那怎么可以说如是我闻呢？啊，那他首先的就是第一个，佛法不都是佛亲口说，好，所以他说不应从他闻法啊。那第二个，如四体还因得道经，啊，这个基本上是众阿含，啊，这本经是讲四体还因啊正果，啊，那么佛告教师家。世间真实善语、微妙好语，皆出我法。那这个在《大智度论》卷十八跟卷三十九里面都有啊。我们看一下，他讲世间真实善语、微妙好语，皆出我法。啊，《诚实论》里面也有引用啊。那么一切世间微妙言辞，皆出我法啊，《诚实论》一样有引用。但是这个经到。就是啊，我们先讲这个大智论里面的啊，卷十八跟卷三十九啊，那我们去看，如果有的话，有其他的，我们去看一下啊，就也可以看得到啊。这里因为只是到这一本，只到卷十二而已。好，那卷十八里面我们来看啊，若于处啊，其他地方或有好语，那么皆从佛法中得啊，自非佛法。如果不是佛法，那么刚开始听也觉得还不错，啊，但是慢慢你就知道啊不好啊不妙，啊这是第一个啊，这个是卷十八里面的，卷三十九里面的啊，他讲到能利益者皆是佛法啊，这是有一个概念，啊，他不一定是佛说，不一定是佛弟子说，但是对众生有利益的，那个就是有智慧的人说的，他是佛，因为我们讲。啊，皆是佛法，这个佛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是佛是悉达多，是瞿昙悉达多，是释迦牟尼佛这个人吗？还是一个觉悟的人，有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切智者嘛？啊，那么说的啊，那么所以他这里讲能够利益啊，那么因为佛出现世间就是为了什么？为了利益众生，两种利益嘛，啊，一个让世间不会堕恶道，一个让世间可以出生死。那基本上是这样，好，那这两种里面又分成啊，所谓五乘人道、天道啊，就是让众生可以离苦，离未来世的苦，离现世的苦，啊，那么可以离苦，那得乐，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离究竟苦啊，这个声闻缘觉菩萨啊，那加起来叫做五乘嘛，五乘佛法，啊，其实是这样，那么不会。基本上就是离苦得乐，因为佛出现在世间就是要让众生离苦得乐，只是离的是现世苦、来世苦还是究竟苦，啊，那么差别而已，但都是佛法啊，所以只要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的，能利益众生的，那么就是佛法，哎，这符合佛法的特质嘛，哎，佛法就是离苦得乐啊，好，那不能利益者，虽种种好语，那么非是佛法。所以佛法有一个特质，能够让众生得益，所以他这就有益有利嘛，有益有利嘛，初中后善，有益有利，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利益的，就是那这个也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修学佛法最重要的就是要怎么样，现身有利益，来生有利益，就近有利益，如果你学了佛法你没有产生什么利益，那么这个不是佛法，就是你佛法，就是你喝的水，它最重要的是，最终是能够解你的渴，
苦嘛，离苦得乐嘛。那你喝了水，你都不能解渴，那么你喝的不是水，啊，它不能叫做水啊。那么虽然咸水也是水，但是它不能解渴啊，啊，那它只是有水的形状，但是没有这个解渴水的功能。好，那么所以非是佛法啊，它这个一个概念，能利益者皆是佛法，啊，所以就是佛法的作用在哪里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啊，讲到这个我们说啊。佛法的一个概念，然后所有的善法，所有的善法啊，都是佛法啊。所有的，所以他这里说啊，我们把这个上，他说世间真实善以微妙毫微，皆出我法。好，我们先下课啊，等一下讲。
好，那我们再继续来看啊，他底下引用到说啊，那么如《赞佛记》中说啊，那这个《赞佛记》底下啊，就有引用了很多啊。那这个我们先来看啊，《佛弟子》里面赞佛啊，这是赞叹佛说法的这一部分啊，然后再来看大智论引用的这个。那因为他这个《赞佛记》啊，那不晓得是引用哪里的，我们也不知道啊。不过经典里面啊，在赞叹佛说法的这一部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它主要是杂含一二一八节。杂含一二一八节啊，这个佛基本上先说啊，说法有四个主要的部分啊，叫做善说。啊，善说、爱说、地说跟法说啊，就是说说法啊，主要要掌握这四个部分。那这个四部分，我们等一下就来讲。其实它就是气理、气机而已啊。那气理、气机，这气机不气机其实不离开啊，此时、此地、此人啊，这此时、此时跟此地啊，这个时代、这个地方。那么此人啊，那么当时当代的这些人以人为主啊，其实此事此地此人，所以云顺大师才会讲气理气机的人间佛教啊，都是此时此地此人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么要利益这一些的啊，那最终是要得利益的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好，那这个是佛陀说的。那么之后啊，这个婆伽舍啊，婆伽舍是偈颂第一的啊，就是最会做偈颂的啊，就是佛弟子里面最会说偈颂、最会做偈颂的啊，就好像我们说诗词第一名的啊，类似像这样。好，那先来讲佛说啊，那么四法四种说法啊，那么要注意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善说啊，他说贤善善说法，四则为最上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说第一个先要什么样啊，善说啊，等一下会讲啊，什么是善说。啊，那他这里又讲啊，那么解释佛说的善说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叫四者为最上，这个是第一个啊，那其实就是你要先说人家听得进去的、喜欢听的，你如果不说，先说人家，其实说法要先人家欢喜，第一个是欢喜，然后信受，那你不欢喜他就不信受，不欢喜他就不信受，不管你说的再有道理啊。那当然不欢喜他就不信受，他不欢喜有可能是你说的不合他的意，或是你说的跟你做的不一样啊，这个就牵扯到所谓的身教跟言教的问题啊。你虽然说的有道理，但是你的人跟你说的完全不一样，我也不接受，你说的这条道理我都不接受啊，所以叫做身教者从，言教者送啊。好，那么爱说非不爱啊，四则为第二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啊。第三个是地说啊，这个就是气机的，这个就是气，这边是气机的部分啊，就是你所说众生啊，然后应他的机啊，应时应地应机啊，应他的人啊，那么你要针对不同的人，比如说佛陀也是这样啊，对佛法没信心的人，第一个先展养他的信心啊，这个就是信进念定位，从信开始。如果已经有信心的人，那就直接从戒；已经有戒的人，直接讲定；已经有戒跟定的人，直接讲慧。啊，就基本上是这样。啊，这佛弟子啊，已经成为佛弟子了，当然对佛陀有信心了。啊，他已经都持戒了。啊，有执其戒，就是执其戒、尽其戒了。啊，那么就叫他修四念处。如果没有，那先观念要正确，行为要符合。啊，那么后来才修四念处，那这个就是佛法的次第嘛，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然后正精进、正念、正定啊，修四念处啊。那修四念处跟出世间相应，然后正得无我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后面才是地说跟法说啊。那么所以要先气机，然后气理，但是你不能只气机不气理，你也不能只气理不气机啊。那反起来是这样，那这里。啊，一般简单的说法叫做善说，另外一种说法，善说非恶说，爱语非出语，实语非妄语，
说法非不非法啊，就是法说跟非法说了。好，好，那我们来看婆伽舍啊，听完之后啊，那么用四种赞叹称意随喜佛的说法，就赞叹佛了，赞叹佛说法，佛法佛所说的法。好，那么若善说法者，于己不恼破啊，亦不恐怖他啊，就是你不能说到大家害怕。啊，你动不动就说人家业障重，说不人家这样会堕地狱，就说人家这样怎样啊？人家听了，啊，就算是事实，人家也不高兴啊，人家也不喜欢啊，我下次不敢来了。啊，你这样，你这样的行为，或是说你这个在没有经过我同意啊，就把一根草拔走了啊，你这样盗三宝物啊，你这样会堕地狱啊，那吓死了，啊，那是反正就是说你不能够讲的，你重点。佛法是要让人家欢喜生信心，然后离恶去善的。那你太强调这个因果，强调动不动就堕地狱，我不来学佛我都不会，我一来学佛动不动就要堕地狱啊，那犯了这个啊，那当然你也不能不说，但是也不是这样说啊，重点不是要恐吓人家害怕人家啊，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他讲到说法的一个很就是重点了 啊那么有一个次第，你看他最重要的第一个不是真实说，第一个是啊，你要能够应他的机，啊，那你如果气理不气机，终是闲言语，啊，你有说跟没说一样，他根本就不听啊。那善说法者，于己不恼破，亦不恐怖他，是者为善说。所说爱说者，爱就是让他欢喜，啊，所以如是我闻啊，中间啊，如是我闻之后就是啊。这个修行的理论跟宗旨，修行的次第跟方法，修行的殊胜跟功德，他听完了之后啊，符合他的啊，比如说他是讲追求幸福的，你就告诉他幸福圆满的佛法啊，世界升天之法，他想升天的，他想得幸福快乐的，他是国王啊，他要治理国家，告诉他怎么治理国家啊，他是希望家庭幸福的，告诉他啊，一个太太应该要做些什么，一个先生要做些什么，一个子女要做些什么。他是想解脱的，你就告诉他真正的解脱在哪里。他要成佛，就告诉他要怎么样才能成佛啊，其实是不一样的嘛。啊，那他又不想解脱，你一直告诉他要解脱，他只想幸福美满，你只告诉他一直要出家啊，他怕都怕死了啊。那所以这种你要看他的根基，但是有些人就是会观察，哎，他过去生有这个因缘，所以这样可以讲。啊，那有些不行，就是又要牵涉到很复杂的这种关，我们叫做关机斗教了啊。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要依现前的情况来衡量啊，应该为他说什么法啊，为婆罗门说什么法，为外道说什么法，为这个优婆塞、优婆夷说什么法啊，就不一样。好，那么念彼说念彼欢喜，不念彼为恶啊。那这个就是什么？说念彼欢喜，不念彼为恶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就为人希谈跟对治希谈嘛，啊，基本上是这样嘛，啊，那所以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啊，那这个主要是契机的部分，这个是婆伽舍赞佛的啊，赞佛所说法的啊，那再来就地说如甘露，甘露就是解脱道的啊，就是出生死的不死的啊，那不死必须不生，那这正无生嘛哈，它基本上是解脱法啊，那么地说知无上。那地义如法说，啊，就真实义了，啊，正式建立处，啊，基本上就在赞叹要气理的部分，啊，那气理一定是向解脱的，所以佛法是向善、向上、向解脱，啊，基本上是这样，啊，那如佛所说法，这个是法说，啊，地说法说，这个是法说，法跟非法，啊，这个是法说，啊，那么法啊，就是有法，就是正法。如何正法啊？所以我们就这个法说跟非法说啊。那一般来讲就是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律说非律，非律说律啊。这个是比较麻烦啊。好，那如佛所说法啊，安稳涅槃道啊，灭除一切苦，是则善说法啊。赞叹，在赞叹佛说法啊。那这个赞佛偈嘛啊，那这个是。这个是婆伽舍啊，他是赞佛第一的，他是最会做偈颂的。好，那我们来稍微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说法里面掌握两个特质啊，一个叫气理，一个叫契机啊。那气理契机，那不外乎契机，不外乎是此时此地此人，因为你说的就是现在
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你。那么最重要佛说法是为人说的，为人说的，所以你不要说到啊要超度鬼啦，要超度猫超度狗啦，啊那做到这些不需要，你就是佛就是为人说的，你要掌握这个特质啊。所以其实印顺导师读了那么多啊，游心法海60年啊，那个是他后前面讲的，后面不止了啊。那么他说气里气界人间佛教，而且是此时此地此人，是有道理的啊，真的啊。那么基本上就是说法，他要掌握的重点啊，啊就是你就是针对这个地方啊，你现在在娑婆世界啊，那你不讲怎么样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你只是讲啊、哦、怎么样啊，其他他方的世界多好多好啊，他方的世界要怎么修行？现在你就坐在条床上，你就在这一条船上面，你不好好看这一条船要怎么划，划到岸这边，你老是想到在这条船上想到哦，我等一下啊到了哪一条船哦，那么等一下有一条船会来接我，等一下海浪来了，你没有注意就翻船了啦。啊，你还能够到那一条哪另外一条船？你现在先在这一条船上，你就要好好看怎么划，怎么划，可以划到就算另外这条小船，你要现在的心力就要放在这条船上。那就算另外有一条大船要让你登船，你现在最重要的也是要把这条小船划好，划到那个大船那边去啊。你现在这条小船，你都在那边想海浪来都不知道要怎么划都不知道，等在那边想想哦啊，那个大船赶快来接我，海浪一来你就把你翻掉了，啊，那你看，那你就是此时此地你自己，而且是此人，就是你自己说法，当时要当针对那个众生，是人以人为本，以这个时候，就这个地方，就现在，就现在，就现在，就这个方法，就是你自己。啊，那这个要掌握啊！如果没有的话啊，那你现在在这条这个生死大海的这一条船上啊，这个法就是法船嘛。那你老是想啊，你也不努力，也不用功，也不知道海浪来了要怎么样应对海浪啊，要怎么样应对烦恼的浪来了，你也不知道夜来了要怎么样这个用什么心态啊？恶业来要受苦嘛啊？你要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啊，你所将面临的苦痛，啊，或是你现在正面临的苦痛，你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消除你现在正在起的烦恼，以及你可能会起的烦恼，啊，你老是在那边想，等一下啊，有人送什么东西给我，有人送水给我，有人送粮食给我，啊，那个浪翻来翻去啊，你忍耐，等一下你就掉到海里面去了，啊，所以这个气是很重要的，啊，那气离气机，啊，那此时此地此人啊，就这个时候。就这个地方，就这里，就这个时候，就这里，就你自己，啊，你必须要这样，啊，这个人也不是别人，就我们，啊，所以智一指法一指啊，后面都会讲到这个东西的，啊，那你看世间希谈，世间希谈就这个世间，此时此地此人，为人希谈对智希谈，啊，那么基本上世间希谈是此时跟此地啊，这个时空嘛。就这个世间，那么就是你为人对峙，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那么基本上就是这里讲的嘛，啊，那这个爱说非不爱啊，那让他啊，让他可以离这个离恶向善啊，那基本上啊，那这里为人希谈是让他生善啊，那让他离恶啊，基本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最重要的啊，当然啊，这个是可以出三界的啊。那么这个是离恶向善，然后向解脱。那这个是离未来，离究竟苦，这个是离三恶道苦啊。那都是针对这个世间，这个时候，你现在就是要面对，你不要想到200年后、100年后啊，那500年后、10000年后啊。你现在不修行，老是想着等弥勒佛来的时候啊，跟弥勒佛一起修行，那没办法。弥勒佛来的时候，你来不了，为什么？啊，你没有那个善心，你生不了这个世间呢，啊。弥勒佛来的时候，你来不了，为什么？因为弥勒佛来的时候，人寿是84000岁，你的善心没有到可以生到人84000岁的世界，就好像现在你没有那个十善具足，你生不了天上几千岁、几万岁的世界而已。你现在连生到天上的这个善法都不够。
那么未来你怎么样？现在天上还没有佛法，未来人间弥勒佛来的时候，人间就像天上一样，而且他还有佛法。那你现在的善缘都不具足，法缘都不具足，啊，那么未来弥勒佛来的时候，要具足善缘，具足法缘，才能够升到有佛国土的具足幸福的世界，五欲满足的世界。那你善缘，你现在不好好修，你老是等着啊，那个未来的世界啊，你可以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我告诉你，没有这种事。所以你必须在现在这个时候，你就要依这个佛法，你自己就要修，你自己就要修啊！你自己不努力，船来了，你已经翻了啦。那条大船来了，你现在已经翻了啦，啊！你现在就要掌握那个怎么样在海浪里面不翻船的技能，啊、怎么样在烦恼浪里面你不翻船？你造了恶业，你就要堕恶道了、啊，你还不翻船呢、欸？啊！所以你要掌握这个技能，就在这里，因为你现在生活在这里，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佛法有一点点不掌握现在，不在这个时代啊，那就是想着未来，那也不以自己为主啊，都是要超度什么超度什么啊，那这个是就是说从佛法里面来说啊，那么它其实就是此时此地，这个是世间机缘，此人啊，那么要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啊，就是自己，就是现在。啊，就是这个地方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就是自己要修行啊，这个要很清楚的认知这个东西啊，此时此地此人啊，那么要气理气机，气机就是此时此地世间稀谈，那么此人为人稀谈，对自稀谈，那么还要气理啊，因为你气机不气理，听得很欢喜啦，很高兴啦，哦，你功德多大多大啊，多殊胜多殊胜，但是你不能得解脱啊。啊，你是高兴一死啊！啊，那没有办法，所以向善向善一定要向解脱啊！那一定要合乎啊，能够向解脱的啊！那当然，这个你要得解脱，一定要自尽其意，没有人能够消灭你的，没有人能够灭你的罪，也没有人能够给你功德。你听了之后，你都要自修自得啊，要自作自得啊，你要自己做的。那通常啊，会对佛法有一个赞叹。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初中后善，第二个就是中边皆田啊啊。通常在佛教里面常见的啊两种赞叹佛法啊，这个是善意善位啊，那纯一满尽啊。那么另外一个，这个是初中后善，另外一个就是中边皆田。就是佛法讲佛法的部分啊，那初中后善跟中边皆田，其实就是佛法的整体都是殊胜的，不管啊，它基本上就是离苦得乐嘛，离现世苦来世苦，就轮回苦，得现世乐来世乐，跟就近乐解脱乐啊，就是它基本上就是离苦得乐而已，离苦离现世啊，重点是先离现世苦，然后离来世苦，啊，那么离轮回苦，啊，这个是就近的，那么得乐是离得现世乐、来世乐跟解脱乐，啊，不轮回就解脱，啊，那么这个是得乐的部分，啊，现世乐、来世乐，啊，得乐的部分，离苦得乐，啊，那初中后善，善意善位，纯一满尽，泛恨清白。啊，那基本上就初中后善跟中边皆田，啊，这个是在讲佛法的殊胜。那初中后善经论里面啊，就是论里面有很多种说法，大智里面也有讲，后面也有讲啊。那么等到我们说到的时候再来讲啊，就是他讲这个有时候把它分作啊，就大智论卷四十九里面有了啊，那他有说到初中后善的解释，那。这个到时候我们再来说啊，那基本上是这样。那纯一满尽啊，这个善意善位纯一满尽啊，就是他讲的义理都是好的啊，那也可以让你得到啊，就是受用，那完全清净啊，圆满清净你的犯恨啊，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他的意义非常正确，他的文句也非常正确啊，有时候叫做有文有义啊，善意善位啊，
都是好的了。好，那这个是就寄送里面跟一般，这里还没，这里没有说的，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先说出来给大家看啊，就是赞佛偈，就是婆伽舍啊，就是赞佛第一的啊，就寄送第一的。好，那他底下说诸事善语皆出佛法啊，就前面有说过了啊，一切世间真实善语皆出佛法中，善说无私无过佛语啊。那善说无私啊，就是我们说婆伽舍赞偈的里面有说到，就没有超过 佛法的啊，没有超过佛法的。那余处虽有善无过语啊，余处其他的地方当然也有，其他宗教当然也有啊啊。那么善的，而且是没有过失的语言，但是这一切啊，那么都是佛法之语啊，就是都在佛法里面的啦啊，都包含在佛法里面，因为佛法就一切善法皆是佛法啊。诸外道中设有好语啊，一切外道中，你说他们说的话都不道理吗？也有道理啊，不是没道理啊。如虫食木，偶得成智啊，就好像这个虫吃那个木头，它咬咬咬咬咬，哎，咬出一个字出来了啊。那蜘蛛结丝也是这样啊，蜘蛛结丝，偶得成智啊。你看他结那个丝，哎，他会写 A B C 啊，他不是他真的懂英文，不是这个蜘蛛从美国留学回来啊，不是啊，只是他结结的忽然间会有一个字啊，就偶得成智，偶然有的，就不是他不是就近有啊，真实有的了啊。初中下法，自共相破啊，初中下就初中后了。啊，一般会讲上中下，或是初中后啊，那在这里结合啊，变成初中下啊，那我们就感到啊，就佛法啊，初中后善啊，那所以一般是说上中下或初中后了啊，这里解初中下啊，所以看起来怪怪的啊，其实就是这个说的法里面的啊，初中后啊，那初中后有很多种说法了啊，那这个。一般我们一般是说啊，一般是说这个佛的这讲的这个文义文义以及他能够得到的这个殊胜啊，那么都是好的啊，或是说啊戒定位，有从戒定位讲，那有的是从佛开始说啊，那到说到完啊完整啊，这个是初中后啊，反正就有很多种说法。那不管怎么说，就是佛这整个佛法里面啊嘛，都是非常。都是好的啊，没有不好的啊，所以那么外道，这里是说外道，外道就算有好，那么也是偶尔的、表面的、不究竟的啊。那比如说啊，升天好了，升天也是好啊，但是升天之后呢，还会再掉下来啊。外道很多也是升天的哦，外道法也很多升天的，这升天会再掉下来啊啊，那没有究竟，或者是没有圆满，不究竟、不圆满啊。那么都有这种问题了啊，那佛法就会从初中后，就是说刚开始啊，虽然也不究竟，但是会渐渐究竟，啊，刚开始不圆满，但是渐渐会圆满，啊，所以他也有世界升天之法、啊，但是你说那一样升天，那我修外道也升天，修佛法也升天，那我修外道跟修佛法还不是一样？也都是为了升天而已嘛，不一样，你是因为听信佛法升天的，那么你。就有这个法缘，你有这个证件，有这个法缘，你是听外道升天的，那么你虽然也升天，但你没有法有法缘，啊，所以未来升天之后你会往下掉，那你可能好一样掉到人间，那掉到人间的时候，因为你有法缘，你会再闻到佛法，你有可能再升天，啊，你不会堕三恶道，但是你这个因外道升天的，那么你没有这个法缘，那么你那个时候那个外道法没有了。啊，那么你又碰到另外一个外道，那个时候你就可能不升天，你可能会堕三恶道，啊，所以它就不一样啊，啊，那所以你说那一样都升天，那我信佛跟信外道不一样，还不是一样，不一样，升天是一样，但升天之后可能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还是不一样啊，所以佛法是有相解脱的功能，那外道没有，所以你看那个虚。这个佛陀最后堕度的弟子啊，须跋陀罗，他先问那外道里面有没有得解脱的？啊，外道里面没有，外道里面有升天的，有升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的，但是没有得解脱的。啊，那佛法里面，就算你这一世不解脱，你还是可能得解脱啊。
你正出国也升天，那你外道修善法也升天，但是正出国升天再来人间，他终究会解脱，外道不会啊，所以还是不一样。那就算不是正出国，你是正见真上的升天的，你还是可以得解脱。未来终究，因为你法缘有这个法缘嘛，你会升到有佛法的地方，有正见的地方，你会跟有正见的人相应。那你跟外道相应，那就不一定了哦。啊，你会升到外道的地方，然后升到边见、邪见啊、边地没有佛法的地方，那很可能，很可能，那你就很可能不小心就堕三恶道了，因为邪见就会让你堕三恶道，啊，你邪见真上就会让你堕三恶道。啊，那正见真上是不会堕三恶道的。虽然你也有修行哦，有戒有定哦，但是你这个邪见真上，如果你说，比如说好，我们说这个耆那教的，那么耆那教的他也持戒修苦行，啊，他会升天，但是如果他持的是牛戒狗戒，他就不升天了哦，他到哪里去？做牛做狗去了哦，啊，你看。那差，你看差别就这里哦。你不用功，你还升天呢；你用功，你持捏这狗戒，哎，你就做牛做狗了，啊。所以邪见真上，它会可能让你会堕三恶道，啊。所以差别就在那，佛法绝对不会有这种事，啊，绝对不会有那种不小心堕入三恶道的，啊，不会有这种事，啊。所以差别是还是有差别的。但在这里说这个初中下法，就是初中后，你前面这样说，你后面这样说，自共相破。这前后矛盾啊，啊，前后矛盾啊，那你所以佛就是说佛法不会有前后矛盾这种事，啊，那么所以他说啊，这个大般若经里面说法善顺三分，初中后说不交杂。啊，这《大般若经》里面有这么说，啊，啊，善顺三分，三分就是初中后了，这里叫做初中下，啊，那其实是初中后，啊，或是上中下，那这里说初中下，啊，啊，那其实是这样，啊。善顺三分，说不交杂。啊，就是那我们前面讲，就是主要是说前面跟后面说不矛盾啊，不矛盾啊，善意善位嘛。好，那他说初中这个外道，初中下法自共相破啊，自相共相啊，都互相矛盾啊。如铁出金，谁当信者？就像一块铁可以炼出金，那谁要相信啊？根本就不可能啊。那么如依然啊，就好像说这个外道里面最重要的是不正见了，啊，那没有正见是不可能有解脱的。啊，所以正见要放在最前面。那么正见是什么？正见就是缘起无我，缘起中道无我，四谛无我。那么如果啊，你说这个佛法说有无我才能得解脱，缘起才会知无我啊，无常无我，缘起无我。那么你不说缘起，你说这个苦乐是上帝给的啊，所以那么你要信上帝，那么你才会离苦得乐，啊，那不信上帝就不离苦得乐，啊，那你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好，那上帝在哪里创造这个世界，啊，那上帝既然能够创造我们，那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受苦，啊，反正就是有很多你前后会有矛盾的事，啊，会有前后矛盾的事，啊，那一样，啊，那你说我们造的业是我们自己造的，那但是就是佛不让我们，就是佛就是我们造的业是我们自己造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受苦，但是佛可以灭我们的罪，我们不用自己灭罪，那这样不是也很奇怪啊？这前后说也不一样哦，
啊，就是说，所以佛只告诉你，你自己造的罪，你自己要受苦。那佛并不能让灭你的罪，让你不受苦，因为业是自作自受嘛。你现在讲业报是自作自受，然后又说你不用自己忏悔，你不用自己灭罪业，那你也不用自己受苦，你只要相信我，我就能够让灭你的罪，让你不受苦。那这样说不是前后矛盾吗？啊，就是说你又说自己造作的业要自己受，又说你相信我，我可以让你不受苦。那这样不是前后矛盾？啊，那你念了我的经，念了我的咒，啊，念了我的名，我就让你不受苦。你不念我的业，那你就要自己造业，自己受苦。那这样也矛盾啊，啊，所以佛法基本上是从业报理论来讲，从缘起理论来讲，那么是自作自受。但我只告诉你，要怎么灭苦，你要自己做，啊，这样就符合嘛，啊，符合业报理论嘛，啊，基本上是这样嘛。那符合缘起，因为缘起是无明。因无名有形，因形有事，因事有名色，因名色有六路，啊，乃至有生老病死，又被恼苦。好，那告诉你，你之所以会受苦，会沦为受苦，是因为你有无名。那什么是无名啊？不知道善恶，不会分别善恶，不知有善有恶也有报，那根本是不知无我。你不知道无我这个道理，所以你才会沦为，啊，那后来就变成啊，你不知道有一个真我，所以你才会沦为，啊，那这样。要变成前后说又不同了，啊，那所以佛法里面它不会有前后矛盾的事。如果前后矛盾，那个不是佛说的，那个是世间人说的，啊，那佛怎么会前后矛盾呢？啊，那其实是不会的。好，哦，我们往底下看啊，所以他说自供相破如铁出金，谁当信者？那谁要相信呢？前面说的跟后面说的那个不一样啊，如依然中牛头旃檀，啊，依然是啊，这底下有注解啊，依然是这个比较不好的木头啊，不好的这个木头里面，它是依然啊，比较臭的了啊，比较臭。旃檀是非常香的啊，非常香的啊，所以他说这个依然里面啊会出牛头旃檀啊，本身是很臭的东西，怎么会出那么香的东西呢？啊，如苦种中甘善美果啊，那是不可能的。色人信者，世人则信；外经书中自出好语，啊，所以假设能信，那外道也都可以信了 啊， 啊。那诸好时语皆从佛出，如旃檀香出摩尼山，啊，旃檀不是出自于这个依然里面，而是出自于摩尼山啊。摩尼山底下也有注解啊，那么基本上大智里面也有啊啊，后面也有讲到。啊，这个摩尼山出这个旃檀，啊，就卷十八里面有，啊，就如除摩尼山，一切无出旃檀木，啊，若于处或有好语，皆从佛法中得，啊，在卷十八里面也这样讲。好，那其实是一样，就所有一切的好语都从佛出，就好像旃檀香都出自于摩尼山这个山里面一样，除摩尼山无出旃檀，如是出佛无出实语。这是印度有一个专门出就是旃檀树的地方啊，那其他的地方种不出这个东西来啊。好，那这个是对战佛记，底下就是战佛记啊。那我们不知道这个战佛记到底是出自哪一部经啊，那因为我们现在经书找不到这个有写像这样内容的这个战佛记了啊。但是我们刚才讲啊，就《杂含一二一八经》里面也有个战佛记，战佛说的法。好，那第二个，如是我闻是佛弟子说啊。第一个是，那么为什么说如是我闻？是因为啊，那不是说佛是一切智人啊，不从他闻吗？为什么又说如是我闻啊？那先解释不从他闻啊，其实是这个佛法啊，并不一定都是佛说的。啊，那么先讲这种啊，那么一切善法都是佛法啊，所以可以讲如是我闻。第二个是这个如是我闻啊，是阿难等佛大弟子背说，入佛法相故啊。那虽然不是佛亲说啊，入佛法相是跟佛法相应了，符合佛法啊啊，所以也叫做佛法。好，那这是佛弟子说了。因为前面也有讲嘛，啊，就佛法不一定都是佛说，
那么他先举一个啊，佛将入涅槃，阿难以四字问佛。那我们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大智度论说的东西，基本上有一些是当时的传说。大智度论是百科全书，那么是大圣大初期大圣兴起到一个阶段了，啊，那么已经大概已经兴起到一两百年有了啊，因为佛灭后五百年。啊，那龙树是大概就是一世纪多的人嘛，啊，那一二世纪的人，那么基本上是初期大圣的结集者了，啊，就是初期大圣已经流行一阵子了，然后龙树出现，就把这一些所有初期大圣经都，就是他当时读了非常多的书了，啊，那么就是所以里面引的很多初期大圣的经典。那也有很多传说，也有很多传说，但是我们要先知道，这些传说不一定是事实，啊，不一定是事实，但是他有时候会引用，啊，那举个例来讲，比如说他也会引用这个罗诃罗在耶稣陀罗的肚子里面有六年，啊，但是这个不是事实。那像他会引用这个，像这里啊，那阿难。就是说为什么会有如是瓦文，欸，佛要入涅槃之前啊告诉阿难的啊，但是这个也不是事实啊，但是这个都是传说了。所以大大毗婆沙论就有说到啊，当时龙树还没有出现啊，就大毗婆沙的时代就有讲，就有很多传说，他们说有些是传说不能当真啊，就是他只是要显示那个意义而已，你不能把它当作事实啊。那这个我们要稍微要知道。好，所以他这里说到啊，那么阿难要入涅槃，啊，那佛要入涅槃了，啊，阿难以四事问佛，啊，那么佛入涅槃，阿难问的佛到底问了哪一些？那么就是经律讲的也不太一样，啊，但是并没有讲到啊佛经出作何等语啊，没有讲到这一件，啊，那我们先来看啊大智论说的，佛波涅槃时于去疑那结果。去于那结果就叫居斯那了，居斯那果啊，梭罗双树间，萨罗就是梭罗啊，梭罗双树间，北所沃降入涅槃。好，北所沃这件事啊，我看了这些经论里面，经律论里面的，那么全部都是做向北啊，就是说头的佛的头是向北啊，我们这边有没有卧佛啊？那么他这是卧着，但是面向西啊，因为他头向北，那因为他是右卧嘛。啊，所以他面就向西，那所有的经论都讲北所卧这件事。那因为什么一定？后来《大毗婆沙论》里面就讨论这件事，《大毗婆沙论》卷191，卷第191，他就讨论为什么佛涅槃一定头要向北，有什么特殊意义吗？啊，那他里面说到几个了啊，那么一个就是说。当时的风俗是这样的，他们的论师或是他们主要的人要往生之前头都是向北的，啊，就是随顺当时的风俗习惯了，啊，因为他有跟阿难讲，你让我头向北，啊，然后阿难就把那个袈裟铺好嘛，让佛可以躺下来向北，这样这边因为你向北的地方要垫高嘛，啊，所以你就跟阿难讲要让他头向北，那大家都在讨论为什么头。为什么佛入涅槃卧下来的时候，但是不是所有的阿罗汉都是卧着，有的是坐着，像阿难啊，阿难就是阿难跟须跋陀罗都是结跏趺坐入涅槃的，啊，并不是说一定是要躺下来右斜而卧，不一定啊。那也有站着入涅槃的啊，也有坐着入涅槃，也有躺着入涅槃的啊。那佛是这个就躺着啊，然后像。就又斜而卧啊，入涅槃的。好，那问题是说他为什么一定要向北啊？那一个我们说是当时的习惯就是向北，第二个啊，比较多人啊，还有一个就是讲，因为北方有这个居斯罗那个佛法比较没那么兴盛，他们很多都是供那个神庙的，那么神庙都盖在北方向北。所以不要让他们认为跟神庙啊，这佛要向着这个神庙，所以就是说啊，那么不要让他们这些人认为说啊，
那么跟这个神庙有所抵触，所以就顺着啊，那也向北啊。那第三个是比较多经典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是最多经典里面说到的，经跟律里面有说到的啊。主要是因为北方佛法会大盛，那佛弟子会变多，所以要向北来显示说，这个后来啊，就是佛灭后了，佛灭后北方佛法会兴盛，北方的佛弟子会变多啊。这件事是讲的比较多啊，但是佛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向北，佛也没有讲啊，就是佛只是告诉阿难啊，你让我投向北方啊，我要在这里入涅槃啊，只是这样讲而已。好，那我们就顺带说了啊，就是说北手握啊，就是投向北方，将入涅槃。这个时候，阿难亲属爱未除，未离欲故，心莫忧悔，不能自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阿难佛涅槃之前啊，佛要入涅槃之前，阿难只有证出果。阿难到底是什么时候证出果，也不很清楚。那据说是一个月后，啊，出家一个月后就能证出果了，啊，那但是不是很清楚了啊。但是佛入涅槃前，阿难都只有证出果啊，那么基本上是大家认同的，就是阿难只有证出果。那证出果只有断三结而已，就是断分别我见。那么他的欲贪色贪，就是欲贪还是有的，但是阿难其实欲贪不严重啊。那也因为这样，楞严经才有说所谓的啊，被这个先天犯咒所迷，要破坏戒体，其实是不会的啊，这个是故事化的啊，其实是说故事的啊。那阿难并不会有这个问题啊，阿难不会有这个问题。好，但是阿难这个感情比较重，这个确实是的啊，他的情感比较重。阿难陀跟难陀啊，这个其实情感都比较重，但是难陀很快就调整过来了。烂陀都喜欢用好的，啊，而且非常注重自己的这个庄严，啊，那你看他出去托钵，衣服都要烫过，那眉毛还要画过，啊，那表示他那种对那种境界的贪爱是比较强的。这是烂陀很快就证阿罗汉，那不是就是烂陀。那阿难是因为做佛的侍者的缘故，应该是啊，啊，所以佛涅槃后他很快啊，那么精进用功要躺下去，头还没有碰到枕头，啊，就证阿罗汉了。啊，也是，其实也是蛮快的，啊，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想，他是为了做佛的事者不证阿罗汉，啊，其实这样讲是合理的了，啊，好，但是他情感比较重，确实也是，啊，确实也是，啊，所以他说亲爱未除，亲属爱就是对佛啊，对佛的这种亲属爱了，啊，那么未离欲故，心莫忧悔，不能自处。啊，这个时候长老阿尼如豆啊，与阿难，阿尼如豆就是阿那律了啊，阿那律当时是在场的啊，那么就跟阿难说：“汝所佛法藏人啊，就是你是一持佛法第一的，多闻第一的啊，不应如凡人自莫忧海，不要跟凡夫一样啊，哭哭啼啼的啊，在那边忧愁啊，一切有为法是无常相。”奴莫愁忧，啊，其实如果依律典、依阿含经来看，啊，中阿含的样子，还是杂阿含，啊，他讲到隔天很多居士来，啊，因为他是摩罗国嘛，居士那是摩罗国摩罗族的人，哈哈，那很多人，因为佛是半夜中夜入涅槃的，那很多人隔天赶来，佛已经入涅槃了，啊，很多人就哭得很伤心，这阿难也是劝他们，啊，诸行无常，你们不要这么伤心。啊，阿难也是这样劝他们的。不过佛将要入涅槃的时候，当时阿难确实也很伤心，啊，但是隔天他就马上这样劝这个，就阿那律劝他的，他马上就劝其他的人，啊，那摩罗族的人啊，那所以他这里阿那律就说你是守佛法藏人啊，就是一持佛法最多的人，啊，那么不应该像凡夫一样，啊，在忧愁苦海里面。一切有为法是无常相，有为法就有三相，叫生住灭嘛；四相叫做生住意灭嘛；两相叫做生灭相嘛。啊，它就是无常啊，基本上都是世间都是这样的，
世间都是这样啊，不管是我们的五蕴世间还是国土世间啊，都是这样啊，那只是快跟慢而已啊，那都是无常相，你不要执着它，不要想它有一个常啊，没有，世间就是苦，你也不要想在啊苦中寻找那个永恒之乐啊，也没有啊，那你也不要在五蕴中要寻找一个有我的啊，有一个真我啊，其实也没有啊，这无常苦空无我的，你不要想成常乐我净的啊。那所以他就讲啊，那么一切有为法是无常相，如莫愁忧啊，你不要，你现在不要，你现在要冷静下来啊，不要愁忧，不要忧。又佛所复如法啊，就是佛亲自啊，因为其实应该是这样啊，佛也有佛啊，佛并没有特别啊，特别说专门为阿难说什么啊，没有。当然阿难有讲啊，有这么一个传说了，就是说以前没听到过的，那么希望佛也说给他听啊。那但是佛复法基本上是佛是说法解一切众生的啊。那阿难是听得最多的，因为常在佛身边，阿难是听得最多的啊。所以这里叫做佛所复如法，如今愁闷思所受事啊，就是要意念佛所说的法啊。那如当问佛啊，就是你很应该办的事，你都不知道要办了，现在佛要入涅槃了。啊，你很多事要赶快问，啊，那么应该要问的是你要去问，啊，那么他这里举了四点，举了四点，啊，那但是到底阿难当时问佛什么，啊，那其实有各种说法的，好，那但是我们先来看佛第一个，佛波涅槃后，我朝云何行道？就是说佛入涅槃之后，那么我们要怎么修行？那么要以谁为师啊？谁当作师啊？那么恶口车逆云何共住？这是第三个问题。那这三个问题基本上在三藏里面经律里面基本上是有提到啊。那第四个基本上是没有啊。佛经出作何等语？因为结集经藏，这个是佛涅槃后图笔之后，大家是才说要结集的，啊，那大家是赶来的时候，佛已经涅槃了。大家是知道佛涅槃已经是佛涅槃后七天的事了。那个时候他在婆婆国，然后要赶过来，听说佛要在居士那入涅槃，然后他就从王舍城带着很多弟子一起过来，啊，但走到。还没到居士那，走在半路，在半路看见啊，有的经，有的是说婆罗门，有的是说尼犍子，啊，他不管嘛，就是看见一个外道啊，不管是沙门还是婆罗门啊，因为有的经讲，看见一个婆罗门拿着一个天花，天上的文陀罗花，就是天人很多来供养嘛，那很供养天女散花嘛，然后他们就拿那个花啊，那有的说是婆罗门，有的说是尼犍子，好，那我们就把它说是尼犍子好了。啊，一个外道拿着一个天花，然后大家是看到的，就说你这个天花是从哪里来的？啊，这是佛涅槃，然后天女散花我们捡起来的，啊，很少看到嘛。好，那他说啊，佛已经入涅槃了是吗？他说佛已经涅槃七天了，现到今天已经第七天了，啊，但是那个要举火涂笔嘛，在天冠寺，啊，在居士那入涅槃，但是移到天冠寺做涂笔，啊，那举火呀啊。大家怎么烧都烧不起来，天人不让他烧嘛，因为天人知道大家是正赶过来，要让大家是土笔，啊，其实是这样。可是已经大家是知道已经七天了，啊，所以在赶过去的时候才土笔，啊，那才烧起来了，啊，其实是这样啊，就这件事。那大家是在看到这个外道，在看到这个外道尼犍子啊，或是婆罗门。那么拿着天花问他啊，佛已经涅槃七天了，大家就心里面就是心里面当然就有一点点，哎呀，佛涅槃得太快了，就不是很欢喜啊。当然谁会欢喜？不会欢喜啊。那很多弟子都哭得很伤心，啊，大家当然不会哭了，但是就是，哎呀，佛就有一点点感叹这样。那其中有一个弟子叫做跋陀罗，啊不是跋陀罗，跋难陀了，啊，跋难陀，啊，就跋难陀，他就说哇。佛涅槃了，你们不要哭到这么伤心啊！
啊，要佛涅槃了之后，佛涅槃了之后，那我们就自在了。不然啊，那个佛陀老是啊限制太多了，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啊。现在没有人限制我们，我们比较自在了。啊、这个大教授一听，哎呀，佛刚涅槃不久，这弟子就这样，哎呀，这心里面开始就有一个想法，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啊，一定要把佛说的法啊跟律结集起来，所以他才有结集的观念。那个时候佛要涅槃都没有预言大家社会结集经典，没有人知道的。那图比之后，大家社才在天观寺那边当场宣布啊，在多久之后，在这个王舍城结集经典，希望所有的阿罗汉都能来啊，才这样的。所以不可能佛说啊，阿难会去问佛经初，就是结集的经典一开始要放什么？那么这个是后来的事，不是图比当时的事。但是后来的传说就很多了嘛，像大智论也讲啊，其实我们就说他收集了很多传说，然后大圣的传说他都把它放进去了，所以他也说有人说啊，第一百卷最后一卷，最后一卷这个是第二卷而已，最后一卷他讲到说，有人说阿难跟大迦叶在王舍城结集的时候，那么之后阿难也跟文殊菩萨、弥勒菩萨结集摩诃眼，结集大圣经典，那当然也是传说啊！啊，大圣经典根本就不是结集来的，啊，那不是当时阿难结集来的啦，啊，那但是就是说，像这样大智论里面有很多这种传说，那么他都把它纳进来，啊，所以我们基本上稍微要知道啊，这个并不是当时的事实啊，就是说啊，那么佛经初作何等语啊？那么你去问。那么这一件在经律论里面其实是没有的，但二口车逆云何共住啊，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好了啊，就是后面有讲到回答了，好，回答那车逆的这个问题，其实啊，单单杂汉经里面就有两种说法啊，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就是讲到后面再来讲。好，所以他有这四件事来问佛。那么阿难闻是是闷心小醒啊，就苦闷的心稍微哎，听这个阿那律给他这样的说之后，他稍微给他提醒他了，他稍微知道啊，得念道立住，于佛末后卧床边，以此事问佛，用这四件事来问佛。好，那么后面就是佛回答他的部分啊，那是因为时间到了啊，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下次再从佛到底怎么回答的，那当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我们说除了第四件是没有的，那前面三件其实就是有记载啊，有记载。那当时到底都是怎么说的？那佛到底是怎么说的啊？那事实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啊，这个我们下一次再来讲。好，那么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